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强。这几天呢，他就是遇到一些事情，然后每天都是以泪洗脸，怎么劝都劝不动。然后呢，我看到他现在的状况呢，我真是很心疼他，所以我想要准备一些惊喜让他开心回，就不要这么 emo， 每天在那边脸悠悠，然后眼睛红红。哎呦，真的是心挂铁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之前订的帝奥戒指终于到了。相信你们从以前的电视剧呢，到现在的抖音啊、小红书啊，你们都能看到这个品牌。然后这个品牌呢，有一个很浪漫的规定，就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，一生只能订一枚戒指。它的寓意，一生唯一真爱。你看几浪漫？喂，主要是有钻戒呢，还是不够。我是希望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了，所以我现在会想要去买花，然后还有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啊之类的。当当，花买到了，红色的玫瑰花。然后我是临时才来花店，因为他店是没有这一类型，都是我指定的啦。因为真的是临时很不劲啊，所以就等了一个多小时。这个教训跟我讲呢，就是做人要有规划性一点，就是先计划好短期以内要做的东西，全部 plan 好，不要临时抱佛脚那种。不是叫你计划未来啊，以后买屋子买车啊，没有，太长了，短短就够了。不要对自己的要求太高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一点上。因为没有期待呢，就不会有失望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已经买好了他想要很久的小零食。我没有买太多了，因为他会觉得我很浪费钱了。当就是这个 Velololo here， 我念对吗？然后我在想哦，要把这个巧克力放进那个花里面呢，还是拿花再拿巧克力一盒这样给他？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把巧克力放进去花里面，然后一手拿花，一手拿戒指。让谁帮我拿 cam？ 哈哈，花束不够，巧克力来凑。其实不是不够啦，只是它的纸太大张了啦。这里有18朵，我 order 18朵，它的纸给到太大张，所以会显得它很少。所以加这些巧克力的话，会看起来更加的丰富。是可以用在这边吗？哎，OK， 所以我现在要进去。进来，那开心一点啊！那开不开心？当然重了，有分量的嘛，你看。开心一点啊！开心一点。不就是咯，所以周末不要开心呢。我已经融掉了呀。啊，真的咩？融了。我真的。为什么会有想要巧克力的嘞？你之前就想要吃啊，很贵，所以不要买哦。真的很贵啊，以前三粒3块，现在3粒5块。这不给你开心吗？哇，你看给爸爸弄到口水到完，口水到完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。周末里面有一点开心的，我想要买这笔钱，你看这么多朵，我不信它便宜。我们怕拖，不要讲钱，讲钱伤感情 ，OK？ 花就好像生日蛋糕的蜡烛一样，年年18。可是它有肥有瘦哎，它有些很大哎。还有一个惊喜啊，这够不够惊喜？够啊，来多一个啊。迪奥钻戒啊，一生人只能买一次。你这个送人就改不了了。改不了，改不了了。你没有得找第二个，第二个要你给这个，你没有办法给。我没有讲我要找第二个。所以你关起来就是你会。我没有讲我要找第二个，我开起来。你要确定的是我猜。我每天摸你的手，不知道吗？无名指是结婚了吗？现在中指是好像是名花有主吗？这样我就不能找下一个，是不是？
直接进来套牢你。啊，套牢了，我的了，啊，你看是不是 fit fit？ 我不习惯了。不要不习惯，戴久了就习惯了的。大力哦，好像可以拿来打人呢，就是谁来弄我就打他。可是这个比亚钻戒马来西亚有店，我刷到都是在中国吧？是不是？马来西亚暂时没有门店，但是他们在网上购买。可是哦，它的购买流程比较特别一点，你要上网找过后，你选了那个戒指，你要上传你的 IC 或者是你的 passport， 上传了过后购买成功，他会要你在48小时里面签一份真爱协议，然后一起送出去。然后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可以签那个我是谁谁谁，你是谁谁，然后今天几月几号这样。第一次签的那个一个人签就可以了，没有，他一起寄过来，你只要上传你的 IC 跟 passport 才能购买，一个身份证，一个 DL 钻戒，寓意是什么？唯一，不能有第二个了。我再跟你讲这么浪漫，不能做韦小宝。我再跟你讲，韦小宝都没有真的。我再跟你讲这么浪漫的东西，你跟我讲韦小宝。讲他的真爱协议。哦，我忘记了，讲讲。名字我打算给了你，我们才一起写名吗？哦，还可以反悔啊！一直想反悔吧？一直想要反悔哦，这个人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怎么不是中文的？因为英文比较 international。在我们那边是什么的 ？Chinese or English？ 有看没有懂？讲起来，哦，for better, for worse, for rich, for poor， 全部都要在一起。哎，这个很像那个神父在那边念的，不管是贫穷与富贵。我不拿这，啊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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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，I do， I do， I do。哎，签字签字。提早体验在前后公司。我们这个自己来先。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签下去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这个人也别不改，他会不会家暴我？不会不会，不会后悔哦，我会家暴你哦，真有可能。很丑哎，蓝色的。不是颜色丑，是你的签名很丑。啊，讲我的签名丑，我来看一下。哎呀哎呀，哎，是谁？哎，哎，人家勾币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唔贪唔贪，也是10月16号，2022年。为什么不是8月16号？哦，是哦，一次过半了。突然提早在天后宫，突然今天是在家里。李阿，谢谢李阿，谢谢你们这个珍珠。你这个可以跟他裱起来吗？买一个框啊，裱起来。干嘛裱起来？双膝下跪，有诚意一点吗？单膝就好，不用双膝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选这个DL钻戒送你当做惊喜礼物吗？我觉得如果女生收到都会很开心吧，因为这种就是一生只能送一个了，就一个爱的证明这样子。哪一个女生收到这个都很开心啊，而且有男生愿意去送这一个的话，女生会很有安全感哦。当然了，我的 IC 买了吗？被认定了那种，就换不了人了。而且这个礼物不仅代表浪漫罢了，它还有 Diamond 的 Certificate， 然后有 MGTC 跟 GIA Lamp 的 Proof。对，浪漫保驾护航。很大的 Diamond 呢，就剩我们了。有口红啊？咦？难，我锁个吻这么难呢、啊？有口红，你要卸妆。我其实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突然间准备这些东西？我以为会有蛋糕，其实我没有想到是这个，还有巧克力。我要不一样啊，因为上次是那个惊喜是有蛋糕，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你这几天真的是很叨很叨。那你可能不叨啊。你也知道我自己本身也不会讲话，我只会做出来罢了。我知道。你要我骂人我可以啦，你要我讲情话我不能。你都没有告白过。你一定要这种时候讲这种东西吗？然后就很多人在一起了。I love you, I like you。哦，就这样就是告白啊？这样算吗？算啊。I love you, I like you。你要做我女朋友。我今天就一句话搞定。是，这不是告白吗？Snowman， 为什么又有？我买的吗？
哦，所以是你自己放的？我自己放的，不然你以为？我以为你买花椒还自己放那个巧克力酱撒。没有啦。我本来刚才想讲你这些自己买自己放就好，叫人家做也是一个钱。等一下那个巧克力锅起我都不知道。不是，为什么它好像留了一个位置给你放巧克力的感觉？哦，这样我不知道。你看它，它倒下来呀，它好像特地留位呀。哦，你看灯，叮叮叮。哇，你吃了三粒 ，I got you。有没有 happy 一点？快笑出来。巧克力酱都是会放到一点点的。哦，也对，也对。